今天是老外婆80几岁，87岁吧，88岁了。今天我们打算带外婆去千岛湖玩一下。今天你想不想去玩？哎，拜拜。要去玩了，就拜拜了，是吧？打扮的这么洋气，今天小美同学，我们到千岛湖过生日去哦。出发。拜拜。小七，出发喽。小妹妹做核酸，把核酸做了。她穿这套衣服还真挺好看的。我们已经到了，好好看。这风景，心旷神怡。外婆，我们已经到了。来，还有里面还有一间房，我们今天住了个套房。哇，就哇，这感觉太好了。哇，如果自己就是租一套这样的房间，自己喜欢吗？喜欢。开心啊，开心啊！外婆喜不喜欢？喜欢。是啊，生日礼物啊。生日礼物。我们等会去吃饭啊。来，稍微休息一下，我们吃饭。这里有那个鱼头，很好吃的。谢谢爸爸给我们订这么好的房间。小七第一次住酒店哦，太开心了。飞凤酒店。哎呦！来，先休息一下，坐了那么久的车，等一下我们吃饭去啊。这个阳台也舒服啊，很舒服，风好大，风好大，他也说嗯，哎，那里就是湖，舒服，好舒服啊，风好大，你真的是舒服的嘞，开心了，我们家小七也开心了，开心了，你想出去玩是吧？我们等会出去玩哦，等会出去玩，旅游过生，外婆以前过生日有没有旅游出来？